姓姜，你哪来家？我来找你。你知影我伫咧家，所以想要叫我回去哦。好啊，拄啊好，我嘛想要回去啊，行。丽红，所有的代志我拢知影。刘晨曦，你先那根本冒着犯法的风险，替丽红做遐尼多代志，你跟我的太太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信哥，我要听伊亲嘴讲。我跟丽红。我就是让全部的查甫人拢爱我孙丽红。你爱怎样？不管是以前的我，还是今麦的我，你拢无资格，会当对我高高的。有吼，丽红，高中的时阵，学长甲学妹们，是因为最近没有个中风啊，丽红请我甲伊斗相共念。丽红，我无甲咱的关系讲出去，唔是为着你。是为着我自己，我阁是要留掉的你这尾大鱼啊！所以你就是刚在阮妈面头前替丽红做证的学长。是啊，就是我。你是咪从遐开始，都替丽红做伪证，然后恁两人联手无限讲笑下？这，学妹，这个问题我们来回答吧。信强，敢是即马甲江皮有关系代志，你拢要怀疑我？我刚才想要查真相。当年的真相，江小姐是家己为老腿摔落去，还是丽红甲摔落去的？当然是江碧玉家己摔落楼梯啊！刘先生，我拄好讲过，今日的代志我无报警，那是我，并无表示董树林、江小姐因为报警。到时阵我都是关键证人，我绝对会甲警方好好配合。所以你是想要安怎啊？我无想要安怎。我只是做一个证人应该做的代志。你都唔惊恁太太受到牵连？我会当甲你讲完，敢若讲我想要讲的。你，好，我讲，当当年确实是雷锋甲嘉佩摔落楼梯的。尊公，我是全世界上幸福的查某人，啊！不过到今日我才知影，我是上悲哀的人。前一秒，你才跟我讲迄种真温暖、真甜蜜的话，后一秒，你就找人跟踪我，暗中设计我。我是你的太太，不是你的外甥人。我若是要设计你，你即摆已经伫警察局啊！哪能你现在要讲迄种甜蜜的骗我？你讲过，你一直保护我，而且你讲
咱还继续恩爱，继续好走落去。我来你讲遐话，是为了要让我对你放心，然后不要多一刀。你敢知我今晚心偌痛？我无骗你，拢对你所讲每一句话，拢是我的真心话。我不该叫徐外当用爱感化你，外当让你放下一切，你当卖过亲密不过，你敢甲讲过，你要化解温婉？那不过你赶快陷害江小姐，这话是想得屁想？我真正不知是人生集团。你到底要讲不给承认？我不是气你做唔到代志，我是气你唔肯悔改，你唔去化解温婉，我顶多把一个单身生了，然后逼你转路，你想要变安尼做？我到底嘛在知呀？原来我的枕边人是这么浓毒的人，连我用我的爱拢无都改变你。这几年来，这是我第一次对你这么倾心，这是我第一次对咱的婚姻感到悲哀。信公，你敢袂记得我爸讲过，就算我过去，我做任何代志，任何唔对的代志。老是我伤过爱你，你讲你了解啊？你这款的爱，我真是心受委屈。我改，我一定会改。我会重新做人，我会放下所有的仇恨，一切一切都回过去。你讲过。咱来永远好好做伙，继续走落去。你袂当放弃我。你把江小姐害到这么惨，上无你应该当面甲下一下息嘞。而且在我妈面头前，把当年的代志解释要清楚，还江小姐一个清白。无可能，我无可能向江碧玉回息嘞。我无要求你弥补其他的代志，我只是希望你甲下一个死的这么简单的代志，想到你就是做袂到。这对你来讲真简单，啊，不过对我来讲就是无可能。我之前人无可能向伊回信的，后世人佫更无可能。我真是想无，三十几年前的温婉到今嘛，想到你就是唔肯放啊，丽红。你安尼做，你人得到什么？信强，你当然袂了解，因为你唔知影江碧玉就是陈清辉的某。无唔对，我无你卡，啥物拢得袂着。啊，不过至少我袂阁失去啊。丽红，江小姐是一个真有度量的人，我相信伊一定原谅你。你把这三十年来的温婉拢放下，咱重新过平静的日子，好不？啊，还有一个方式啊，就是你莫搁追究啊，把所有代志拢放袂记哩，回咱较早的生活，安尼毋是真好？你现在一定爱我向伊回心的。假使你坚持唔肯放下你的温婉，阿娘，我敢来咱公司，我这个做红事无灵，这是我责任。阿娘，咱阿婆这卖关系，我就当作是天公伯啊在惩罚我，我嘛敢来会当接受。
刘兴强，你搁讲你的人生敢那红玫瑰，你嘛敢那爱红玫瑰，你为着我查风骗雨，骗我，你搁在骗我。你是头疼是无？来，我替你把合谷穴哦捏捏吼。卖卡我啦！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我卖卡你。我知影恁阿的代志啊，互你心情足歹啦。我看不如我陪你出国行行呀，吼。我即卖订机票。张若元，要啥物时阵啊？你搁要甲你出国行行？我叫你把江碧瑶送走，你无成功，你即马颠倒要把我送出国，你是不是误唔着人啊？啊，是你认为代志阁无够严重，你是真心希望我甲信强离婚是唔？丽芳，我若真正想要破坏你甲周信强的感情，迄天我早就把咱两个人一夜情的代志拢甲伊讲啊。你敢？也毋过迄天我啥物拢承认啊。都干那这件代志，我一个字拢无讲，目的就是为着要让你甲周信强会当继续行落去。敢讲你无都感受到我的用心良苦啊？其实啊，我大概拢有一种冲动，想要大声甲周信强讲，你若是无爱好我珍惜丽芳，那安尼就我来。你咩啦？总安尼讲，我着感动。我只想相爱，就敢那信强。我知，所以大概我拢忍着啊。丽芳，我只是要让你知影，虽然讲我跟你相处的时间无比你甲周信强过较久，也毋过我甲你保证，我绝对比周信强过较了解你，嘛比伊过较要紧你。我甲你有这么侪共同的秘密。还阁有甜蜜的记忆。即马伫个世界上，我才是你上亲近的人。我会永远拢陪伫你的身躯边，点点啊守护你。张若元即马的意思就是，伊手头有我的秘密，随时人对我不离。看起来这个人嘛袂当老。人在讲。患难见真情，经过这次危机，我总算是了解，谁才是对我上好的人。你讲了无唔对，信强唔知影珍惜我，已经几十年啊，我对伊的付出嘛已经有够，所以我决定，今嘛我要把我对伊的爱拢收倒转来。你免惊，有我伫咧，我会予你靠。我绝对会把你当作是我的生活宝贝，小命命啊！有你伫咧我身躯边，真了足好诶。你会当了解我的心意就好啦。对咧吼，我讲的是真实的。你最近真正受过操烦啦。咱两个人就做伙出国行行啊，咱会当分别出发，然后伫个国外汇合就好。嗯，好，那安尼我马上来计划。